妈给。好嘞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的小鸡快要过年了，我们要去姥爷家了，顺便再给姥爷买点好吃的。来吃够上车。就因为呢前面太多东西了，所以呢我坐后面呢。往那边走了。赶紧到姥爷家吧。我吃过。然后把我先一个吃了，我住了呢。姥爷家挺沉呢。谁也沉。终于到姥爷家了，我们下不下姥爷吧。好嘞，把这个给妈妈。妈妈，吃姥爷的。姥爷，我送给你一份信。哦。信里写的什么呢？你看吧。哎呀，我咋的？我还没写信。我爱你，哎呀，我花了这么多的小红心，我要气了，我写了个信啊。没准儿大的都不好了，你叫我打这个。你搁到这儿赶着搁大的，搁到大的就起来了，起来时候就是这个搁短搁炮，这个搁里。以后就要是黑娘子不好了，就说这个。做油条呢，你们香不香？香。我去吃了啊。看，老爷给我们拿这么多油饼呢，我先拿一个大油饼，这个，哎呦，太棒了！我给你拿一个油饼，去我的房小屋里吃吧。你看，老爷给我们做了这么多饭，我赶紧去叫老爷吃饭。吃饭，我先吃牛肉饼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吧？嗯，好吃。笑笑，给老爷鼓个嘴巴呢。这么给你，谢谢。然后给我的忠实爸爸。好，谢谢宝贝。我已经有了。Thank you.
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多多点赞，多多订阅，然后再见，再见，拜拜。